就算极痛心，失去亦无憾，又住在心中不要紧，未畏惧再等，失意亦甘心，纵使在绝路也梦忍，神啊恳请掌管我生命，神啊恳请开启我心，如果真心需要等待，用我再等一天。诗篇一百二十六篇四至六节，耶和华啊，求你使我哋被掳嘅人归回，好似南地嘅河水复流，流泪撒种嘅必欢呼收割，那大种流泪出去嘅必要欢欢乐乐嘅带禾捆回嚟。根据圣经精读本，诗篇一百二十六篇纪念从巴比伦俘虏的生活得到救赎和解放的感动和喜乐。这首诗的内容可以分为两段，今日的经文四至六节记述为了剩余俘虏的归还而献上祈祷和信念。诗人确认，耶和华啊，求你使我哋被掳嘅人归回，好似南地嘅河水复流，流泪撒种嘅必欢呼收割。让我哋赞美上帝嘅美好应许，流泪撒种嘅必欢呼收割，以致我哋能够坚心为主努力撒种，等待荣耀收割嘅日子。
以西结书四十二至四十三章。那人带我出了圣殿，向北来到外院的厢房，一排在空地对面，一排在北边的建筑物对面。厢房长五十米，阔二十五米，有北门。内院十米阔的空地和外院的铺石地对面有三层高的走廊，彼此相对。在两排厢房之间有一条五米阔、五十米长的通道，厢房的门都向北。上层的厢房比下层和中层的窄，因为上层走廊占去较大的面积。这个建筑物不似外院这样有柱子，所以上层比中层和下层窄。厢房旁边的外墙和厢房及外院平衡，长二十五米。靠近外院的厢房长二十五米，靠近圣殿的厢房则长五十米。下层厢房的东面有一道门，可以从外院进入。南面的院墙有两排厢房，一排在空地对面，一排在南面的建筑物对面。厢房前面有通道，这些厢房和北面的厢房一样，长阔相同，出入口和结构亦一样。厢房的东面通道的前端有一道门，他对我说，这些在南北两面对着圣殿空地的厢房都是圣洁的，供侍奉耶和华的祭司在那里食至圣的祭物，并放置素祭、赎罪祭和赎过祭，因为一个是圣洁的地方。祭司在圣所供职后不可以直接到外院，要先在这些厢房里脱下供职时所穿的圣衣，换上普通衣服，才可以到外面的百姓那里。他量完圣殿里面，就带我出了东门，量圣殿外围。他用量缸量了东面，长250米，又量了北面，长250米，又量了南面，长250米，然后又去量西面，长250米。他量了圣殿四围的墙，墙阔都是250米。这埲墙是为了将圣地和俗地隔开。后来那个人带我来到东门，只见以色列上帝的荣光从东方而来，他的声音如澎湃的洪涛，大地亦因他的荣耀而发出光芒。这个异象如同我从前在他毁灭耶路撒冷时看见的异象，他亦好似我在加巴鲁河边看见的异象。我就俯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从东门进入圣殿，上帝的灵将我举起，带我进入内院，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圣殿。那个人仍然站在我身边，我听见有一位从殿中对我说，人子啊，这里是我的宝座，是我踏脚的地方，我要与以色列人永远同住。以色列的君民必不再因不忠贞或在高处为他们死去的君王立碑而玷污我的圣名，他们不再在我圣殿旁边建庙宇，使他们的门槛和门柱紧挨住我的门槛和门柱，以致我和他们只有一墙之隔。他们曾经行可憎的事，玷污我的圣名，所以我发怒消灭他们。现在他们要停止祭拜偶像和他们死去的君王，我就永远住在他们当中。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人描述所看见的圣殿，让他们思考圣殿的设计，使他们为自己的罪恶而羞愧。他们若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你就将殿的构造、出入口等整个设计，以及殿中的一切律例和法则告诉他们，并且当着他们的面写下来，让他们忠于设计，遵守律例。殿所在的山顶周围都是至圣之地，一个是有关殿的法则。以下是祭坛的尺寸，底槽深五十厘米，和四边的阔度相等，周围环绕着一条二十二厘米高的边框，从底座到下层台座高一米，边阔五十厘米，
下层台座到上层高两米，边阔五十厘米，最高一层是祭台，高两米。祭台上的四角向上凸起，祭台是方形的，长阔角六米，下面的台座是方形的，长阔角七米，周围环绕着一条二十五厘米高的边框，抵了四围的边，阔五十厘米。上祭台的石阶在东面。他对我说，人子啊，主耶和华这样说，祭坛建成后要按以下的规矩在上面献燔祭和洒血。你要将一头公牛犊作为赎罪祭给撒督后裔中做祭司的利未人，他们可以前来侍奉我。这个是主耶和华说的。取些公牛犊的血抹在祭坛的四角、台座的四角和四边，使祭坛洁净，为祭坛赎罪，并将赎罪用的公牛犊拿到圣所外指定的地方焚烧。第二日，你要献上一头毫无残疾的公山羊作赎罪祭，就好像献公牛一样，使祭坛洁净。祭坛洁净后，你要取来一头毫无残疾的公牛犊和一只毫无残疾的公绵羊，祭司要将盐撒在祭身上，作为燔祭献在耶和华面前。一年七日，每日都要献上一只公山羊、一头公牛犊和一只公绵羊作赎罪祭，都不可以有残疾。在这七日之内，他们要为祭坛赎罪，使坛洁净，成为圣坛。从第八日开始，祭司要在祭坛上献你们的燔祭和平安祭，我必悦纳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上帝吩咐先知以西结向以色列人描述所看见的圣殿，让他们思考圣殿的设计，使他们为自己的罪恶而羞愧。他们如果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先知就将殿的构造、出入口等整个设计以及殿中的一切律例和法则告诉他们，并且当着他们的面写下来，让他们忠于设计，遵守律例。先知要告知以色列人，殿所在的山顶周围都是至圣之地，这些是有关殿的法则。在上帝眼中，以色列子民仍然有回转的机会，他们悔改后必可以重建圣殿及与上帝重新立约。可惜这个圣殿至今仍未被建立起来，因为以色列子民依然在自以为义的罪中，未为自己的罪恶而羞愧回转，未接受上帝真正的义。义字的意思是扬字之下一个我，世人只能靠耶稣基督的宝血得以救赎，回转以心灵和诚实敬拜上帝。雅各书第五章，你们一些富有的人啊，为那个将要临到你们身上的灾难痛哭哀号吧。
你哋嘅财物扭坏啦，衣服亦被重铸啦，你哋嘅金银生咗锈，嗰个锈必要指控你哋，好似火一样吞噬你哋嘅身体。喺末世嘅日子里，你哋只知道积攒财宝，工人替你哋收割庄稼，你哋却克扣佢哋嘅工钱。嗰个工钱发出不平嘅呼喊，工人嘅怨声已经传到万军嘅主嘅耳中啦。你哋喺世上奢侈享乐，喺被宰杀嘅日子里，将自己养得肥肥胖胖。你哋冤枉好人，残害无辜，佢哋亦冇反抗。弟兄姊妹，你哋要一直忍耐到主嚟。你哋睇见农夫点样耐心等候地里宝贵嘅出产，等候秋雨同春雨嘅降临。同样，你哋亦要忍耐，心志坚定，因为主快嚟啦。弟兄姊妹，唔好互相埋怨，免得受审判。你哋睇，审判嘅主已经站喺门外啦。弟兄姊妹，你哋要效法从前奉主嘅名说话嘅先知，以佢哋嘅受苦同忍耐为榜样。我哋认为嗰啲忍耐到底嘅人系有福嘅。你哋都知道约伯嘅忍耐，亦知道主最终点样待佢，因为主充满怜悯同慈悲。我嘅弟兄姊妹，最重要嘅系唔可以起誓，唔可以指着天起誓，亦都唔可以指着地起誓，唔可以指住任何东西起誓。你哋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哋受审判。你哋中间正喺度受苦嘅人应该祷告，喜乐嘅人应该唱歌赞美，生病嘅人应该请教会嘅长老嚟，奉主嘅名用油抹佢嘅身体，并为佢祷告。出于信心嘅祷告必定能够使病人痊愈，主必使佢康复。倘若佢犯咗罪，亦必得到赦免。所以你哋要彼此认罪，互相代祷，好得到医治。二人嘅祷告有极大嘅力量同功效。以利亚先知同我哋一样，同系血肉之躯。佢恳切嘅祈求唔好落雨，结果三年半冇落雨。后嚟佢再祷告求雨，天就降雨，地亦都出咗庄稼。我嘅弟兄姊妹，如果有人领一个偏离真道嘅人归回正路，佢该知道使一个迷途中嘅罪人归回正路，就是救一个灵魂脱离死亡，并且会遮盖许多罪。雅各鼓励基督徒要忍耐到底，直到主再来。正如农夫坚心忍耐地里宝贵的出产，等候秋雨和春雨的降临，基督徒亦都要忍耐，心志坚定，因为主快来了。虽然等候的过程充满挑战，往往令人按耐不住、困惑，甚至怀疑上帝美好的旨意，但是那些忍耐到底的人是有福的。感谢主，让我们藉着约伯的忍耐，见证主的怜悯和慈悲，与上帝最终更大的赐福，成为我们的鼓励。愿意上帝帮助我们能够效法从前奉主的名说话的先知，以及他们的受苦和忍耐，成为我们信心的榜样。
箴言二十八章六至七节，行为纯正的穷乏人胜过行事歪僻的富足人，谨守律法的是智慧之子，与贪食人做伴的却羞辱其父。今日的箴言二十八章六至七节指出，行为正直的穷人胜过行事邪僻的富有人，遵守律法的是智慧之子，与贪食者为伍，令父蒙羞。求主加给我们智慧的心，明白真智慧是相信智慧胜过财富，智慧能够带来财富，财富却不能够带来智慧，以致我们以寻求神的话语优先于忙碌赚取世界的金钱，并谨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不要与贪爱吃喝玩乐者为伍，以致我们荒废宝贵的时光寻求真智慧。十一月二十一号灵修思考问题，雅各书五章七至八节，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咗秋雨春雨。你哋也当忍耐，坚固你哋嘅心，因为主来嘅日子近啦。坚固你们嘅心，因为主来嘅日子近啦。信心乃持续不断和足够的忍耐和等候值得你信任的主，知道主一定回来，而且那个日子近了，到那日你所忠心耕耘的必有收成，你能够坚心忍耐下去吗？亲爱主，感谢你鼓励基督徒要坚忍，忍耐到底，直到主再来。正如农夫的内心等候，求主叫基督徒同样对上帝有信心，相信上帝美好的应许必定会实现。虽然此时此刻未见最终成果，但是深信主快将再临，使一切都要兑现。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复活又得胜的名求，阿们。